11月30号上午，韩国瑜的清兵之旅来到了马祖。他透露40年前来过，因为他在马祖当兵，情感连接特别深。市长之前有来过马祖吗？40年前来这里当兵，40年没有来。来这里当兵？我在马祖当兵啊。哎，很冷。这次选举第一次来。40年没有回来。在马祖当过兵的韩国瑜，40年后再回老地方，巧遇过去的军队同袍，曾经的老长官，今天变成国民党2020候选人，昔日同袍感动之情溢于言表，而马祖民众也非常激动热情。我说我这个头很秃啊，所以我长得比苏贞昌要帅一点，可是还是不够好看的、啊。然后呢，县长说没关系，谢谢。县长说没有关系，我们酒厂很需要代言人。结束马祖的行程后，11月30号下午，韩国瑜即回到台北参加多个后援会成立活动以及座谈会。12月1号，则将回防高雄市，一连出席8位明代候选人竞总成立大会，拉台声势。